你不要讲别的嘛，你看今天早上高雄这高雄教室的整栋楼停电作业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所有我们天元的这个网络的架构，所有跟高雄的立刻它就变成一个红线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你说不是架构架得好好吗？对啊，停电好不好？没有了，等到晚上修好了再恢复，又出现了。所以你不要总认为你前面的架构架得好好，全世界如此昌盛太平，架得好好的。我跟你讲，一秒钟就你我都在水火之中，怎么会如此呢？我都不搞不懂啊，怎么会如此？那在喊那什么天下无灾世界无难的，天天在喊的人呢，去哪里了呢？我今天如果这么大版图有这么样的 power， 我真的是直接去走总统府啊！我直接告诉总统，千万别这么做了。我用命来相以你以此向你相求吧，别这样干的吧。喊那么大声的，全世界救灾救难的呢，像去哪里了呢？讲的是令人生气，是不是？那全世界那么多的呢，那红十字会，你红十字会在干什么的？哦，我们是救灾的，你为什么有灾呢？是不是灾之前怎么不提醒大家呢？对啊，那教宗跑去哪里了？我就搞不清楚。哎，教宗设在一个教宗那边干什么？我搞不懂，是不是？你这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导师，你怎么废话这么多，抱怨这么多呢？我们上共修课不是这么多抱怨，你要搞清楚。我这课还能抱怨啊？抱怨干嘛？抱怨让你看到这里面的问题与可怕。你如果认识政府的，认识相关单位的，你要告诉他们吧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这是子孙的祸患啊，这不是子孙的福气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真的，我今天真的是没，真的是没，真的是讲的也是窝囊，没那两下子。说总统我要见你，总统说你是什么玩意儿，总统见你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没那两下子。但是今天有那么多单位要去见总统，怎么能不见不到呢？怎么能够不提醒呢？怎么会呢？所以咯，我也不知道了，马上中秋节了，是不是？到底中秋吃月饼吃的心情如何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告诉我说，安啊，导师你想太多了，安啊。对了，没事。就是我多事，有事你就会想到导师曾经说过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回事。但你脑袋清不清楚？你要对自己负责，你要对子孙负责，真的。要不然我跟你讲，全世界刹那间地球毁灭就在下一秒，不用太久远嘞。真的要打起来，你发两颗哈，我发三颗。我那天还看到啊，我那天还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名嘴啊说，没有在怕你的，你在发，我去把你那个发的那个基地摧毁，我们有这个武器，哎，很厉害的。但你没有搞清楚，你能够，他有100个地方可以发飞弹，发核子弹，你去赌他99个地方好不好？有个地方没赌到，全世界就塞到那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是不是？